四岁系列赛首冠，准备。闸门打开了，四岁系列赛的首冠。我看到出闸以后，那稍微慢一些的马匹就是暴飞龙了。另外明月以及壮男的前速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，都守在马群的队尾。在前面呢，大外栏赶上来的马匹呢有五号的巧夺天宫，更外栏的位置呢则有澎湃动力加入战团，内侧的位置呢则有十三号的部长，旁边呢有江河之幸，江河之幸的内侧呢看到有蓝鹰，蓝鹰的旁边呢守住一匹呢是右保佑，右保佑的身后内侧天蓝色彩衣的就是圣骑士了，旁边林家精酿已经是提前加速赶上去了，周末宁静守在马群的中列位置，在圣骑士的内侧呢则有暴飞龙，旁边是暹罗万代，在外栏内侧的位置是壮男，电尾的两匹马的包括了明月以及精英非凡，现在在前面领放呢已经是交给了澎湃动力，澎湃动力呢距离后面的马群呢有两个多马身的这个优势，在后面拼命去追的马匹呢包括了他的旧旅圣骑士，现在正式开始加速去追他，澎湃动力仍然在下边，在后面追他的马匹有巧夺天宫江河之幸以及圣骑士，圣骑士已经追得接近了，后面还有暹罗万代加入战团，圣骑士去追澎湃动力，但是圣骑士追他还有一定差距，暹罗最后呢是澎湃动力先到终点了，跑第二的圣骑士，再来呢后面有暹罗万代，跟住的是巧夺天宫、明月、江河之幸、壮男精英非凡，再来是部长周末宁静，跟住呢是林家精酿暴飞龙，